希望您喜欢我们女仕界和道明保险私人客户咨询系列的第一个视频。我们邀请了两位非常成功的高净值女性企业家，分享她们作为中国女性如何管理她们的企业和忙碌的生活，同时确保她们辛苦获得的房屋和汽车资产得到保护和保障。在第二个视频中，我邀请到道明保险私人客户咨询高级分析师 Iona 和道明财富私人财富管理投资顾问 Emily， 他们将分享高净值人士如何更好地管理财富，并通过保险保护他们的房屋和汽车资产。 Iona， 作为保险顾问，根据你的经验，尤其是针对华人女性，他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作为保险顾问，你又能为他们提供什么样更好的建议和解决方案呢？对于我们 TD 许多的客户呢，保存财富和创造财富同样的重要，但呢，这些都是往往他们会忽略的东西。一些加拿大人的财务缺口是他们没有确保他们有足够的保险去保护他们的财产。我遇到常见的挑战呢，是特别是华人的社区，我们很多家庭其实他们都是男方去打理财务跟保险，女方呢有很多都不清楚的东西，有问题的时候也不知道要找谁。由于大部分的保险公司他们只是提供英文的服务，很多客户呢，他们都是有家庭的成员或者保险经纪去帮他们找保险，甚至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买了些什么的保险。在道明保险私人客户咨询服务部呢，我们会提供华人客户首选的语言，例如广东话跟普通话，用这些来跟他们沟通，用他们习惯的语言去了解他们的需求，令到他们可以相信我们是很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也相信我们去为他们做那个保险的方案。作为来自华人社区的女性，同时也是一个保险顾问，我理解华人女性在理财方面面临的挑战。我在这里为他们提供量身定做的保险方案，以满足他们保护家庭财富的需求。Emily， 你能不能谈一下在保障财富和管理财富这方面的重要性，尤其是我们华人在这上有什么样的差距呢？谢谢 Sherry。 其实财富保值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我们一代人或者是包括父辈辛苦的积累，那财富的安全呢，其实才会让你有安全感，让你的家庭结构稳定，从而完成我们的短期啊长期的这个目标，比如说孩子的教育、退休养老。而对于我们这样的职业女性来说，保持经济独立和财产的安全，让我们可以更自信，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所谓的那个差距或者是缺口呢，往往是由未知或者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可能是语言的障碍，也有可能是金融知识的欠缺、文化差异，特别是对风险方面的理解，还有呢不好的投资经验啊，包括每一代之间的传承价值观的冲突，还有税务的问题。最后呢，还有就是华裔对于信息披露这个问题上大家的意愿，这就是要求服务华裔的社区顾问有非常好的语言沟通能力，理解文化包括禁忌方面，然后需要在华裔社区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财富管理的经验，理解他们的痛点，用非常平实的语言去沟通，可能需要做大量的金融传播的工作和教育工作。那以你的经验，麻烦你给我们的观众提供一些建议，就说有什么样的财富产品和服务是最好的呢？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也经常被问到。其实没有对错，也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的。每个人的情况呢不同，需求也不同，方案一定是不一样的。客户呢可以清楚地告知我们投资顾问他们的目标，还有资金的短期长期的一些需求，是否考虑退休啊，有没有其他收入或者教育基金所需要的现金流，来判断合适的产品的期限分红。对他们对于风险的偏好呢，也能够帮助专业的投资顾问更好的去管理风险。
所谓的管理风险呢，就是同等风险下投资回报最大化，或者呢在回报下控制风险最小。那告知已经持有的投资呢，也可以帮助投资顾问在资产配置上面根据不同的行业投资的市场货币还有投资的品种来分散风险。最后要考虑的是投资成本，时间其实也是一种成本，而管理费率和税后的回报才是真正资金产生的增值。加拿大的税务呢相对复杂，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税务考虑，投资顾问往往要做到投资产品的合理税务规划，帮助我们的客户投资利益最大化。Iona， 那刚刚 Emily 给了特别好的建议，那从保险顾问上，你又能为我们的观众提供哪些保险的产品和服务，能更好地保护他们的财富呢？道明保险私人客户咨询服务部为我们华人的客户提供端到端的服务体验，从申请保险到提交理赔，我们的客户呢都会有一个专门为他们服务的一个保险顾问，与他们进行全面的对话，并确保他们保险没有任何漏洞。根据我的经验，我们大部分的华人客户，特别现在很多女性的企业家，他们都有很多的收藏品、艺术品啊、名贵的包等等。我们每年在他们续保的时候呢，都会提供一个年度审查，以确保他们的保险范围没有任何缺口漏洞，并确保他们的资产得到妥善的保障。非常谢谢 Iona 和 Emily 提供的专业的建议。其实呢，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都是非常的繁忙，那么如果能找到像 Iona 或者 Emily 这样的专业人士，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那肯定就会事半功倍的。所以呢，当你有这个需求的话，一定去找像 Emily 和 Iona 这样专业的人士去为你做决定。好，谢谢你的观看。